这边。要这个。要这边。啊。要你一。不多，就这一条。就这些点是吧？对。哎，早说呀！香给你老板多好。眼神不好使，他也不好使。喊半天。我耳朵不好使。人家你那。那些个，你这是干啥？办学习班呢？二十五，对，三十五，三十五，也是班的。那他们也是会安排的，都名称。哎，这首歌好啊，12，12，来三，好，75，大一。好，大一，吃这儿了。给，来，来一条，都拿。给123吧。你买天朝肉去。天朝肉跟天朝。你见头，我这大烧要。我这大烧是吧？把那个李姐给我拉上，这个拉上，七十块，拍中了，七十块，李姐给我拉上，哎，这就拉上去，哎，短信都来了，你这，他李姐给我拉上，他得反应的嘛。说没人要了，是要这个不？哎呀，那忒多呀，忒多拿呀，拿一半。收这一个不挺好？多好啊！这拉啊，对。他给我办班呢，我都亏，我让你要这个，五号肉来多少？那不要五号，他要这个的，叫这个中吧，71，给70吧，也中吧，大少，哎，这中吧，啊，好，给40，你看这肉，我来鸭子，这你知道中吗？那玩意多少没货卖了？什么啊？再喂五大多些，就这一嘎子。来一扇，啊，来一扇，来一扇，来。对对对，老板三个买一个。还有60斤。哎，对。我不来一扇，不来一扇，你就别带了。不来一扇就别带了，等多来一扇吧。不，你卖不卖呀？你来一扇都没货卖呀，那时候。我来就是三个。是啊。你来三个。咱得带个带啥来着？你这不是都带是吧？带一把。那也便宜，你那家便宜了多少啊？你三个顺利都。行吗？那一半，啥一半啊？这个打一半。那个打一半。你别鸡巴逗了，还不买那个了？操！你妈，你这是叫人说的话？啊？不，那你说怎弄？不是，是人说话，不是人说话。不，那你说带多些？你那一带，我来三个，你带那一多了，这不？打一半，你一人打一半，我给你带，打一半。给你带一半，那个不是都给你，他说的。咋的不卖了？卖真你真拿呀？你说呀？这个你这骨头这啥也不给带。这骨头这骨头。那脆骨不是的，那怕啥的？不要。大家这骨头带。啊？不会带不会带价钱，他一样。不会带多少钱呢？咱这不嫩卖，不是不会带多少钱？咱这不嫩卖，不嫩那卖多要钱没人要。梦莹18、17，这玩意儿是金牌的，这中了上梦莹了。你这玩意儿这和年牛逼了，不是一块怎么带你？是下楼的，来来呀！不，你这到底来多些？带你给我来一扇，来三个。嗯，带下来了。啊，行，带下来了，这个。他们中子城白肉，你本来吃这干啥？都带，不带能咋的？都带不活呀？你这不给我带？站着中吧。行，这还不中？你不说这不给我带，得了。完了，给别人买，你别给我带。我中子城白肉，那还几好几百号，这么买一个？76。哎，搁刀嘎来去，先搁刀嘎来，完再弄。就这两块。那个，那大块咋弄咋弄？小青花多少？是这个意思不？要不行，喝刀喝看看，喝咱呀。来一条是吧？我拿给多少钱是吧？喝来多少钱？你来呀！我也不知道你拿多少，你说拿多少？来点你得告诉我哥拿多少啊？我一拿着一棒，拿完一千多了。35。这个全朝跟这刀一样，一个味儿。和我哥这刀刀一样，和我哥那一刀肉，没有那厚度，没有了。
一百五十五。看看，那个等待好像还快。那腰牌多好，还能得好啊？那顿吃不住。行，腰牌挺好。那腰牌你说哪有毛病啊？我问你。这个月撸的，刚端着拿下来的。好，这玩意儿。那大家多一点。好不都给一块要了啊，就这张好。这多少斤斤啊？12180正好啊。为啥说这人说难呢？大叔，这个你给我拿五斤，我也拿个五斤，行不收啊？完我这我给你拿啊。卖东西的话跟啥似的，跟他家东西一样，还拿两个。更好，给钱呢。多钱的？18075色，行不？哎，那个钱少，给我钱。脚下搁这个脚，这个哈，这个。哎。小周，这个75，这个75，你说你老人家，来点。待会让他给你弄。这个大姨的多少吧？23斤，瘦的壮。多那个八的，让你都拿着呗。多吧。这啥呀？多没事，多挣点钱。好像没有。我大哥不要打标的。有用的。对。23斤肉。通过，少带一点，看不香。行吧，大哥。行。就这一弄点儿。行。啊。多好啊，这肉。啊。卖肉他最行。55，行不？行。刘大哥再骗个梅花肉，要我就不卖了。还有五花吗？啊？有大少，这还有，够吗？不够，这还有。那还哪儿呢？你说那五花还有啊？五花有，收。你手拿上。收那个没相中吗？你再来一块，我看看。再来一块啊。好嘞，你这给搬上来。你稍等会儿，我给我大哥搅个肉馅，行不？大哥来多少？我来点小肉馅。能成大气候，所以说你这买卖做的好，10块钱没有三分大气，啥人都得捧着买卖。大哥，10块，大哥35中吧。天干瘦的，天干瘦了，天干瘦了，别去了，用我，用我来搅吧，你给我搅吧，我回去不好嘞，大哥。哎，不少粉丝啊，好几万。神，你刚才买的那个就这个肉，所以说你们要吗？神，这51给50吧啊，那75这是50啊，125，别呀，那是最好的腰牌，你都相不中。你看我提完你也不要。这地方的还是最少的。你打来一下，大哥，不收。来，给我来点。哎。稍等会儿，搁着掉。我这我得给大少拉完了。哎。完，搁着我给拉回去啊。这块儿肥的训练去。啊，肥的训练去。对。这回没毛病了吧？看那边。看哪面？看这面啊！好，来点瘦的，行不？这边中吗？来哪个？大姐，再来个头等白喽。白，做菜选一块，哪个比较那啥的？我这大姐还点破菜，你这玩意腰牌两头都没看着好嘞，还得要中间是吧？达到顾客满意，是上帝吗？你呀，你就是一个不会买肉。不会，刚才这肉比任何肉都好，你不抓不要。啊，你要哪一个？后台这边呢？这边来一半。但是为了这个来一半子，你都不知道哪个好了。哪个其实这个这一半子好。这一条，这一条，来一条，来一条，要这个。我说你等我给这妹拿开，你看看啊，你看这肉好不好，给你俩搁这比比，你看哪个好，你都看不出来。那我也要这一半啊，不要这一半。那我也不要那个，给65妹这儿。这头不用打标，那头这头不用打标了，还打标，再打标还有钱了。
那边得打点啊。他用不着，六十五。来这个一半，来个，有人要了。不行，人家还得要一根呢，还缺一根。跟你下边嘎宽点，姐，看着没呢？你在那去去呀？还让去啥？把头都去没了，还让去呢？你再去我肉去。猴头嘎个去。这个不用了。那个腿肥不吃。大姐，你快别支撑了。这肉你再让去嘎呀？大姐，别支撑了，中吗？给西施，给你个咖喱。没想要那个呀，没想要这个，没想不要那肥油。我又错了，天理你都没添好头，你说咱都怎么弄的？你要拿下一点，多钱？多钱？多钱？啊？多钱？妈呀，这一点可真忘了，七十五。你没说到零啊？七十，说错了，七十块零五毛。你看，我就问了，拿下去了没有？五块钱。这人呢？那不是啊，那不是啊，这剩半拉了。哎呀妈呀！花头多香啊！要他妈吃，不花花头正好。你刚刚差两毛钱，要奶才好呢。要错了，那肉钱长了。奶奶，提那个了，提那个了。我问你，提那什么？没你叫妈，你。我这一天啊，八十。还弄个叫错了，你真能整，你是大爷。你连他兄弟便宜他都占着。我要这个才五，别给我带那个不行吗？我这个都要。这个，那别都大一些，一个上一个。给你带个半斤，就会带这小疙瘩。给你带个，不想带。要么你带这个，谁都不想带。别说咱，给我带啥呀？这个，哎，你先那个不好，给你带这个。大姐，谁都不想带，其实这个都不想带，都要这个。完了，他还多点不点多花钱，要给我三十一斤，我给剁那个了。啊，中，来多些呀？多些一斤了，十二。来，给拿。哎，这少点，这个来。都脚下上，脚下拿黄瓜条。黄瓜条。大活人，这一成不过了吧？七十全是有。三十，这不挺好？肉皮四块。五十个，肥的。这都没给这个招那个，用少多一半呢。175。别没有用过别搞坏的啊，收没给你肥的，你不要这里脊这个吗？是这个不？是这个不？好不好？105中吧，超过5块。那头不能拉呀，站着，你不要这个是吧？在这拉中吧，够不这些？这都搁上啊，这个站着。完这搁上，哎，那个剩一块，好，剩下个，你给我60，人家不要瘦肉干啥的，不还不添呢？不添差那4毛钱。你那什么？啊，刀快把那肉皮给我刮下来。那你吃啥了？这肉带肉皮吃，肉皮开过去吧。啊，我刀给刮下来，给它刮一下，刮下干啥呀？这都刮干净的了，没多少钱，80，行不？这根长得不错。哦，是啊，哎，你就不要给我切小块。不是，哥说头几天那肉好不？没夸过大少。啊？那不见见现在给我来你手法啊？一个行，把我来奶的肉。150的。我大哥把肉没少买过。卖空了。三头猪。我这天气不好，我没雪吗？你又下呀，又下呀！我有雪，少长一个吧。多人了啊！啊，这我你说，我大头。哎，我上，都给你了，给多少了？多人了，今天点有了。170。加完了。还是我大头，都拿着吧，搁这的。牛咱妈妈吃，搁两天下雪了，在家做炖排骨，又不是没条件。这回干净了，在地上了。行不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这到羊年了，一出这是吧？这才过半个月了。没事，来几百五。